第三代除泡机新上市，安全耐用又好用，不用螺丝锁门，不再担心刷牙炸门，没有磨损，自带安全防爆装置，有气压时自动锁门，无法开门，门没锁好自动排气，安全性能一流。大家都知道，安全比赚钱更重要。淘汰了螺丝锁门的结构，开门关门只需两秒，超越你的想象。超级产品让你买得开心，用得放心。请看操作视频。把门打开，放入产品，把门关好，开机，自动进去。温度控制器一般设计为40至60度，出厂设计为60度，压力设计为6公斤左右，红色开关为电源开关。绿色开关为启动开关，每次把产品放入锁好门之后，按一下启动开关，进入除泡状态。选择开关为3个档，分别是进气、自动和排气，一般在自动档即可。除泡时间由设备自动控制，时间控制器一般设为10分钟到30分钟，出厂设计为15分钟。气缸为不锈材料精良制作，电器元件为世界名牌配件，产品质量由欧洲 CE 认证。这个为安全防爆装置，有气压时无法开门，达到安全效果最高境界。除泡时间现在设为3分钟，即将到时间，排气，自动排气。排气完毕，压力归零，开门。把产品拿出，把门关好，除泡完成。本产品为专利产品，仿冒必究。